这叫做无常顺境。成住坏空，不只是呢说啊老啦孤啦，哪怕心呢再起起来，瞬间也让他以为平地啦。总是呢，到底大地有多大呢？他已经呢一次一次在火灾、水灾、洪灾、地震四大不调频频发生，这世间呐，那好像呢还离我真远，其实不远呐、啊。这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常常都在问为什么，所以细说我的心态。平常真正是真烦恼，最近呢，攻击了萤火虫，总是呢，让自己感觉要有信心，点点滴滴不断不断来呼吁，一个人呼吁，不过两个人，三五，那三五万，这三四百万。人只要呢有心愿意，亲像阿涅萤火虫，一个人做啊，做一只，一个人做三十只，十个人三百只，搁较细嘞三千只，搁较侪人三万只，总是呢人。一切的希望都是在人，只要人人有心，好话不断宣导，好事呢不断来做，彼此勉励，互相动作，这哪会无希望呢？我们人人要有信心。最近我都说唔通家己讲年岁大，现在还是要把自己啦年龄稍微呢减，先加以减一挂起来，存起来，提起自己呢，还是呢要少年的胆那。多年以来，大家人啊，咱伫志学迄个所在，那有一块土地，政府的土地，我们租来耕耘。慈济人经过了一段冗长的时间，把那一块呢荒芜的土地，大家人去经历。因水啦，入土地里，那去做田，真多石头，看看捡，捡个遐石头呢，干净啦，土地土质啦，已经呢改良到了土质，它的质好，因水来。那就坐禅，这都是呢我们大家慈济菩萨回来耕种啊。禅完做完啦，那这一句赶快呢除草，开始又种种菜，总是呢天地人。大家在那里耕种，就可以得到了这么多的资粮来供应啊！全球慈济人回来，这种资粮啊，可以供应，实在是哦，
很感动，前天听到了菩萨呢来分享，听到他们呢做到皆大欢喜，谈到了土地啦，大家人真轻松、平安自在，那一种的感情啦，那样的融洽啦，真正的是和和复兴。过去拢无熟悉，起码呢，天下一家人，实在是哦。真欢喜。总而言之啦，看来无什么物件，但是呢，我们呐、啊、知道了以后，这么多人呐、啊、志同道合、汇合起来的力量有这么大，实在是一句话，不可思议啊！让人人的心啊，总是呢，在这样的汇合，实在是难以言喻，我也无法度去讲啦。但是呢，心里满怀感恩，这种感恩呐、啊，听到他们呢在分享，哎，大家也都是好感恩哦，感恩哦，感恩师父。感恩走在我身边的人，左右前后的人，我们一起来做。这个水沟啊，已经开开啦，而且呢，该贴好势啦。迄、那个沟啊，石头捡来贴沟啊边啦，让水可以有一条水路，不会把这种沟。记得这个旁边的土流失掉，它就宽宽贴叠叠叠，让它呢有这样安全的水，利益大地。欢喜呀，这都是呢和和复兴，让一大片的土地呢化无用为大用，那化一。能生无量，一生无量啊！一粒种子，伊都会当生偌济呢？这种一生无量，化无用为大用啊！这一大片的土地还没有整理之前，一望无际的杂草丛生。人想要靠近呐、啊，都惊啦。现在呢，一望过去，啊、哦，都是呢，宝地呀、啊，这里就是很奇妙啦。这大地，咱的心安怎去做，或者是呢，安怎去改看？总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生态象，生态象，所以我常常说，象无象，无不象，这就是心脑的哲学。你去给它想假象，去给它假设，那安尼心想混。他就有一个佛像在那里，心想着菩萨，就好像有菩萨在那里，所以叫做心作万物。这总是咱呐，定定心中有佛啊！你看人人人是佛，那咱心中有爱，人人都是菩萨。所以人人都是菩萨，令利益众生。所以咱看人人都爱讲感恩哦，天下遮多的苦难人，我想要救，我的力无够，加一个
加三五个啊，感恩哦，这种人人彼此感恩呐、啊，都亲像咱伫咧做大地，要安怎完成这个农作物？要安怎让这片黄土的大地变成哪呢？一望无际啦，都可以乘凉，迄、那个粮食可以供应给人间经济作物等等。所以讲起来，但真正的要彼此感恩，感恩事多了。